我的脸，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又是哪来的伤？我在做梦。是吗？娘娘，您真的没死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娘娘，啊，找了几天一点头绪都没有。这里这么大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回去的路啊？你回来了，娘娘，您在此不必啊。吃果子。啊啊，您哪儿来的这果子啊？哎，这不重要。坐下。连翘。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娘娘，您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我能记得什么呀？还有，为什么叫我娘娘？这里是义齐王府，您是义齐王的侧妃，奴婢当然要叫您娘娘了。义齐？王府？我是义齐王的妃子。对啊。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奴婢怎么会认错人呢？连翘可是从小就跟着您了。那你给我讲讲我之前的事儿呗。娘娘，您大名叫丑青离，是镇北侯丑虎的养女，侯爷没有其他子嗣，一直把您视作掌上明珠。今年年初，您嫁入王府，成了丑娘娘，连翘也就跟着您一起入府了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那时痴傻，心智不成熟，您在府里经常闯祸，我们因此也经常受欺负。又傻又痴。要不是有个好爹，你也配当个侧妃？丑妃，丑妃，还真是人如其性啊！脏兮兮的。没事了，娘娘。月圆之夜那晚，娘娘掉进了凤栖湖。等连翘找到您的时候，以为您已经死了。来人啊！来人，救命啊！娘娘。连翘完全把我当成了另一个人。难道我和丑青离真的长得一模一样？乌寻岛与世隔绝，我从来没有出来过。如果这里真的是传说中的义齐，那我应该怎么回去呢？七七，你要记住，死即是生，保护好血鱼，我送你离开乌寻岛。
死即是生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又是为什么会变成丑青离的呢？圣女蓝雨又在哪儿呢？娘娘，你这什么眼神啊？他们是谁啊？啊，奴才小印子，参见娘娘。参见娘娘。娘娘。君上知道娘娘您醒来了，命小印子带两个衣冠给您看看。我没病啊。哎，是总管喝茶。总管您可真厉害，奴婢昨天去玄衣阁，可是连门都进不去。喂，这什么呀？总管恕罪，这个是糖水，冉汐月没有茶，委屈您将就一下。糖水，好喝好喝。看来了没有啊？我手都举累了，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我没病，没病。哎呀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这娘娘身体健康，并无大碍。哎，她怎么可能身体健康？她都诈尸了。哎呀，看看脑子，看看脑子。还看呢？这能看出什么？看吧看吧，这脑子看着也没问题。